啊，精英们眼中的蒋介石这下级，我们分上中下啊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你就从上中这样看啊。我们再看啊，因为这张是有名的，有些是跟蒋介石同辈的啊，同时期的，有的是晚一点啊，都是有名的啊。1943年，陈纳德就是飞虎队啊，因为那时候日本空军厉害啊，中国没什么空军啊。然后陈纳德啊，他已经退役了，而且他只是好像上位吧啊，官阶也不高，可是啊，他就是带领一些退休的美国人，然后又人家捐了一些啊，这退役的飞机啊，就驾着飞机从美国到中国，当美国政府也同意了啊。然后到时候就成立飞虎队啊，当然也有很多中国飞行员加入，哇，这个就很会啊，很会打啊，空战很厉害，所以帮了中国大忙啊，所以陈纳德也算中国的，帮了中国很多忙啊，所以他跟他娶了中国人那个中国的记者陈香梅啊，后来陈香梅当然就跟他到美国去啊，后来就住在美国啊，后来也蛮长寿的，死在美国。蒋介石这个陈纳德啊，长得蛮帅的啊，但是他比他差不多可以当陈香梅的爸爸了啊。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三位领袖之一啊，当罗斯福啦、丘吉尔这些啊，这个陈纳德对他形容不错啊。但是那时候美军呢、啊、驻中国的最高统帅啊，当整个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啊，但是美国有军援嘛，援助嘛。他也要派那个将领过来嘛，史迪威啊，是美军最高将领，哇，跟蒋介石死对头啊！还好蒋夫人在重庆，因为蒋夫人英文一级棒啊，所以这个蒋夫人在他们两个男人之间啊做了很多工作，不然的话两个人会打起来啊。史迪威的评价啊，蒋是当史迪威的军阶啦、啊，他的地位当比陈纳德高多了。说蒋是一条贪婪、固执和寡情的响尾蛇，哇，这不好听啊！当然，史迪威这个人也是有一点问题啊，太跋扈啊，两个都跋扈嘛，跟蒋介石两个一山难容二虎嘛啊。然后，美国作家啊梅尔米勒在其著作《有话直说》里面提到啊，有次他采访啊美国总统杜鲁门啊，杜鲁门就是接替小罗斯福，因为小罗斯福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当过四任总统的。所以他当完以后，就是美国就是修改啊，修改法律啊，修改宪法，就是只能当两任嘛。然后死了以后，就由杜鲁门啊，杜鲁门就是蒋介石讨厌他，又等于后来发表白皮书放弃。可是你也不能怪杜鲁门，我前面帮了你那么多、啊，你自己不争气啊。所以很多人到现在，很多人骂美国啊，这个你都放弃我，可是你也不能完全怪美国。美国前面帮你的时候你不讲，而你自己贪污腐败，然后被政敌打败了，落跑了，你又怪美国放弃。那美国说这么你就不成才，我已经帮了你很多，帮不下啊。越南也是啊，阮高文他们也是啊，所以也不能全部怪美国啊。因为你到最后嘛，他选边站嘛，你是不行的嘛，你没有贪污腐败，你国家也不会丢掉嘛。所以人有时候你要反省自己嘛。所以蒋介石你自己做得好，你不贪污腐败的话，美国是挺啊，挺蒋介石啊，挺不下去了啊。那不然挺不下去，你自己做不好去骂美国人，那这样子也不公道嘛。然后这个记者访问过杜鲁门啊，谈到对华政策，然后杜鲁门的时候啊气得大骂，说他们啊就指蒋中正啊、宋家啊，尤其指那个宋子文啊。蒋宋美龄哥哥啊，宋子文啊，还有孔祥熙他们都小偷哇！什么蒋介石、孔祥熙、孔宋家族都很大啊，怎么是小偷啊？他妈的，就是讲脏话了啊！这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、啊，这是这个记者写的。啊，每一个都是啊，意思这个什么东西啊？都是小偷啊，都小偷啊，点点点都小偷啊！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38亿美金啊，偷去7.5亿美金，看人家都算出来了，我美元啊给你38亿美，那时候38亿美很大，至少像10倍以上啊，不止10倍啊。啊，结果人家都算得出来嘛，结果他有数字嘛，7.5被你拿走了嘛，你们偷了这笔钱嘛，还把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纽约房地产，你买房地产，我这个是救你们中国老百姓啊，这么38亿，当你没有全部拿走啊，全部拿走也不像话啊，这个7.5到7.5很多啊，变成你们的钱了，还买房地产啊，真是这不好听。啊，这本书也说啊，杜鲁门还对美国、对华援助啊遭到严重亏空，就被贪污掉，以及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注意到
孔宋江，你看人家的情治单位都注意到了，不正常敛财手法，十分不满啊！这不止，也不止杜鲁门总统不满，连国会也不满啦、啊。就是你搞得太大了，联邦调查局，因为你美国派到那边的军队啊，调查人员，你都会正常反应嘛？说不对哦，我们军援38亿有很多被他们拿走了，报告嘛。因为这个也不是杜鲁门国会议员，他们也不知道嘛，一定是。在中国的那些情治单位啦、调查人员啦、援助的人员啦、官员啦，啊，知道了嘛？知道了回报嘛？啊，这本书也说，杜鲁门77岁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提起讲，仍然生气。后来了，这是后来还生气。我从来没有，我以前讨厌他啊，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介石那帮人啊，当孔宋家族啊，他每一个人都该关进监狱啊。如果活着看到他们，锒铛入狱的时候，我很高兴啊。当然后来，啊，这个书写下来的时候，杜鲁门已经死掉啊，所以当时这个记者也算有良心啊。记者就说：“我访问你喽，我要帮你写回忆录喽，啊，我要写一个书喽。”那杜鲁门说：“哦，不能写啊，这个我是有讲，可是这样子你写出来的话，公诸于世不好啊。你要是写出来，我就告你啊。”所以那个这个他也听啊，就没写啊，就暂时不写，就暂时不发行了，早就写好了啊。因为杜鲁门说这个不行啊，这我秘辛啊，我一下子脾气控制不住啊，不小心讲了真话，你写出来的话，对这个社会、对国家什么、对中美关系都不好。